间，熟悉程度也够，所以我想不管是纽约洋基队或者是波士顿红袜，重点呢还是在于自场的比赛。当然他在2007一号两坏球，这球顺势击成了左外野方向落地，在界内还是界外，这是现在唯一的一个问题了。万不要让他轻易的上垒，这次游击方向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可以解决。Ochoa现在来担任第二棒的打者， Ransom 反手接到之后长传一垒，两出局，让老爹感觉到相当失望。上位者好像还没看到，这球打到球的上缘，相当轻松的让 Miranda 自己接到之后处理起来。王建民只有第一位打者花。